在小编心里站得正正前几名的日本女星石原聪美，十日传出怀孕的喜讯，消息一出，让粉丝又被兴奋报喜。在2020年跟圈外上班族男友结婚的她，居然在一年多后就再传出好消息。石原聪美在新年长假后，开心地跟大家报告自己已经怀孕的好消息。因为已经进入了安定期，所以身心状况都相当好，也希望粉丝不要担心。根据报道，预产期应该会是在春天，但在产后复出的工作计划，石原聪美也表示，未来将会以孩子作为第一考量，但也会依照自己的能力做喜欢的工作，希望外界继续给予温暖的守护。其实石原聪美过去就是一个工作狂，就算在结婚后也是戏剧一档接着一档接。现在传出怀孕的好消息，也有粉丝都认为就好好休息一下啦，准备当妈的心情跟以前演戏不同了，要加油哦。